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把我踢下床啊？你自己做过什么事？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了。放手！安娜，我决定要离开你。 哎呀！昨晚的事，对不起。什么呀？我会负责任的。一夜之情嘛，你不用这么认真。你是不是很忙？今天比较忙。你饿了没有啊？要不要回来吃饭？哎，怎么没有人呢？ 阳春面谁的？这里。哦，这么节省啊！戴安娜，别怕，有我在这儿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这些事。他的事我要管。好，他欠我100万，你记得。10个月之后呢，你就当还清我的债了。哎，千万别上他的当。白瓶子是什么？是10全大补丹，给你吃的，男人不补就没精力了。嗨，真是谢谢你啊！ 你不要走嘛！我不会爱你这种人呢。莎拉，莎拉！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误会而离开他，所以你不要放弃自己的幸福。我承认我比较喜欢子勇，可是我也不能阻止顾城对我的爱啊。你要有决定，一个女人不可以。